上一节中文课，希望你和我一块在这里上课。那我们现在就 Let's go。好，我们上次学了读书有三道，今天还记得有哪三道吗？要上心，要用眼睛看，然后要说出来。对，心道、眼道和口道，这是读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，是吧？好，那么到底怎么读书呢？这个在古代的这个作家呀，古代的人啊，有很多的建议。那今天我们学的这篇文章呢，还是关于读书的建议，怎么样把书读好它？好。好，我先告诉一下，这个题目叫做“读书须有仪”。读书须。好，下面还是你先读一下，你先读一遍，我看看有哪些字不认识的，我可以给你标出来。OK。读书，始读，诸。如有未未就是未啊，未如有啥？为什么？未知知啊，知识的知，未知未知有疑问的疑，有疑，其次则。渐渐有，我知道有后面那个，疑还是一样，有疑，就前面一样，有疑，中则节节有疑，过了这一什么？翻一又忘了。以至啊，我们还没到那儿呢，那句没读呢。一件件。这可能不认识啊，是。一件件事。以节什么？以至，冬至的至，以至。以至荣，金融的荣。以至荣，会。惯，会惯，习惯的惯，习惯的惯有个竖心旁，它没有竖心旁，还是读惯。惯什么？贯通，都无所依，放一二三一，发第一声。方始是学，读书无益。第二声，者，第三声。者，这是上一篇学的虚啊。虚，虚三道，读书虚三道是虚。虚必须的虚，虚师有一疑，虚什么？虚里面这什么？师后面这个字什么？不是师，是啥？教师的教，有疑，去。却刚刚上一次学了，却有无疑，却要无疑，到这里方
是场景，怎么样？景，这一个字，景。进啊，啊，好进吧，来出去进，的进，进。这个有应该认识的哈。嗯好，这里那个长还是长，它是多音字啊。那你看号前号上下文，联系一下，后面这个进，长进，你是这么说的吗？常见，什么？嗯，什么意思啊？也就是长进吗？啊，所以它不是长进，是读长进，读书有长长进进，吗？有进步吗？长进，对不对啊，啊？啊，所以它是多音字哈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讲一遍啊，讲一遍。读书须有仪，这个须，你看看啊，我们讲必须啊，有两个必须，一个是这个必须，左下角哈。还有一个必须，这两个都是一个词语，都是必须。啊，好，这一个须是必须，啊，就是你一定要做的。这个须呢，是表示虚，需要的意思，需要的意思，啊，这个意思。比如说，我说这个，青青，你今天必须要写两篇文章，要哪个必须？第一个。对啊，我说青青，你上学的必需品有纸和笔，要哪一个？第二个，对，必须，对，他说需要啊，上学你需要这个东西，一个是你必须要一定得做的，一个是需要的。好，注意这两个必须哈。所以上一篇文章讲到是用的哪个需啊？第一个需啊，第二个需啊？上一篇你说这一篇，上一篇文章，口到心到，是第一个吧？那第一个就你学习你必须这个东西，你没有东西不行，必须口到眼到手到，对吧？好，那么这一篇呢，这个虚啊，用这个虚了，是什么？所以一需定要要，吗？不是，对吧？他就是建议，就是需要，就是也许你需要这个东西啊，所以读书的时候需要有这个东西。啊，需要有疑问，啊，那读书没有疑问可不可以啊？当然也可以啊，这个书很简单，我可一读就以，读明白了。我需要有什么疑问啊？对吧？对。啊，所以这个需呢，就是你的需要啊，你的需要就是你很简单没有疑问的书，你就可以不读了。你要读那些对你有帮助的书，有一点点，对吧？疑问的书，让你有一点疑问，你才能长进啊，还有知识呀。明好，白。好，所以用的是这个虚哈。好，读书呢需要有疑问，疑是疑问的意思。好，考到眼到心到啊，不要太小看，不装了啊。读书啊，咱读书，始读未至有疑，其次则渐渐有疑。中则节节有余，啊，这是一句话，啊，我再读一遍：读书始读未至有余，其次则渐渐有余，中则节节有余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还是开始比较慢，最后到中间就会好一点，不太确定。嗯，好，对，他说要读书啊，始读，就刚开始读的时候，未知有疑，就不知道有疑问。刚开始读书的时候，不知道有疑问。其次，则渐渐有疑啊，然后呢，读着读着呢，你慢慢的就会有疑问了。中则节节有疑，那读到一中间的时候呢，啊，节节就没结束，就是说明就是呢，哎，疑问会越来越多了。啊，每一个地方好像都有疑问，每一个段落、每一节好像都有疑问，越读疑问越多，是吧？这个意思啊。明白。过了这一番，疑渐渐释。好，
那个过了这一番一件件事，就过了这一段时间以后啊，你看看前面是哪一段渐啊？渐的适应刚开了。始没有疑问，一块一块就有疑问了，越多疑问越多了。但是过了这一段以后呢，这个疑问慢慢的释放，疑问慢慢释放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就是没有疑问已了。经慢慢的解决了，对，没有了，慢慢就没有了啊，以致融会贯通，融会贯通是个成语，知道吧？哎，不但问题慢慢解决了，而且呢，融会贯通了，这融个读得很会清贯楚通。了，啊，都无所疑，都没有疑问了，方始是学，方始才开始是学习。所以，只有融会贯通了，才能说你是在学，真正在学习。啊，后面这一句呢，读书无疑者，须教有疑。教你看育。看，这个用的"须"是这个必须的啊，就是读书你没有疑问的话，你就必须教有疑。教有仪是什么意思？教是教会，教书，老师叫教师，是吧？对吧？就是你读书没有疑问的话，你就是要去教，怎么样有提出问题，就是要请教。这样才能够慢慢去找到疑问在明哪里。啊，然而白。有疑，却要无疑。哎，你有疑问了，却要无疑问，是不是很绕啊？啊，没有疑问又要去找出疑问出来，有了疑问呢，你又要无疑问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前面所讲的，要融会贯通，疑问就没有了。所以没有疑问，你要提出疑问，想办法找到疑问，有了疑问以后呢，你慢慢解决疑问，就这个意思。那就没有到疑这问里。了。方知了，对，从没有疑问到有疑问，再到解决疑问，所以又回到了没有疑问，所以到这里方是长进，这样才是一个进步啊。所以读书的怎么样读书才是真正读书才有长进啊？就是有没疑有疑问。问到有疑问，到解决疑问，当你解决这个疑问以后，你就获得了长进。就可以读书了。不是就可以读书了，这是读书已经完成了，对吧？读书完成了，疑问也解决了，对吧？好，比方说我们今天这个读书，爸爸教你读书，是吧？刚开始的是没有疑问，啊，当你读的时候呢，哎，妈妈发现，哎呦，这个字不认识，那个字不认识，越读好像不认识的字越多了，那么发现这个疑问怎么办呀？你要去解决解这个疑决。问，首先继续读书。对，去解决它，查字典，啊，再继续往后读，那些不认识的字会反复出来，反复出来，你就记住了。那读到最后呢，你把厚厚的书读完以后，那些字你都认识。那这样的话，就通过读书啊，你就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你就获得了长进。所以，古代的人是不是很有智慧？确实，就是吧，挺好，聪我们来明读一的。下网上的智慧学到。好，我读一句，你读一句啊。好，读书须有疑，读书，你从题目是吧？对，读读书书须有需有疑，疑，读书需有读疑。书使读物未知有疑。读书使读未知有疑，其次，则渐渐有疑。其次则渐渐有疑，中则节节有疑。中则节节有疑。过了这一番，疑渐渐释。过了这一番，疑渐渐释。以致融会贯通。以知融会贯通，以智融会贯都通，无所疑，
方始是学。都无所宜，万事是学。方始是学。方始是学。读书无疑者，须教有益。读书无疑者教始宜，教。读书无疑者，须教有益。读书无疑者，须教有疑。有疑却要无疑。有疑却要无疑。到这里，方是长进。到这里，方是长进。下面我们一起读一遍。好。好，下面我们一起来把这篇短文读一下，好，从题目开始啊，开始。16，读读书书育有育有益，疑，读读书书始始读读未未之知有有益，疑，其其次次则则渐渐渐渐有有疑，疑，中终则则节集节结有有疑。疑。过了问这一学番，吧，疑疑渐渐渐渐是，是，以以致致融融会会贯通。贯通，都分无所无所疑，依，方方始始是学。学。读读书无书疑育者，者，须须教教有有益；疑，有有疑疑却却要要无有疑。疑。到这这里，里方是方长是进。长进。好，那么这些生字要去复习，要去查字典，要去组词语。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。好，那我今天和爸爸在网上学中文就到这里，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点赞、订阅、OK，拜。